嘿，要问老师，种木瓜呢，基肥是不是会当拍39号啊？还是讲老师，你有较推荐的这基肥，一盆地爱用几包呢？这个木瓜吼，咱爱小知影者吼，这个伊较属这种肉根吼，这肉质根吼，所以呢，伊的一个这个。对各种的一个，特别是水分吼，所以种木瓜的时阵，肥料当然足重要，但是更加重要不啊，再次甲咱所谓好比提起吼，即个木瓜对水分相当的一个敏感吼，这种肉根呢，就是伊袂堪的无水，但是呢，更加袂使堵水吼，即只要那是堵水呢吼，即问题就足大吼，你可以啥物肥拢无路用吼，所以大概是即个道理吼。那么咱咧拍肥地的时阵吼，即你也当选择吼，比如讲39号吼，当然是这是我个人上推荐的一个，但是有个人会讲爱用43啦吼，即我嘛无意见吼，但是呢其实伫基肥内底来讲，39号应该是一个真好的一个选择吼，因为时间。那么你咧做果胶的时阵吼，即得打用大即个内底吼。那么上介要紧吼，我个人认为啊，那么即个咱咧种的时阵吼，即除了即个39号以外吼，即尤其即个肥料吼，有机肥呢还要再多一点点吼。那么正常来讲呢，就是讲你咧拍即个肥地的时阵吼，大概。咱咧扎吼，咱咧扎的一个量，就是讲，多数的人是安尼算啦吼，这一丛吼，那么一丛的一个，因为种木瓜的一个这种密度吼，过来就是讲伊的一个，有听到阿宝老师？好、啊。伊个一个即个种的即种方式的一个即种无同款吼，比如讲你种的一个你是要怎么样去，有诶要 end 有诶无要 end 你要 end 要 end 偌多吼，即物件呢即无啥同款，所以一般来讲，咱多数咧种的时阵吼，即个一分地咧算大概是用200丛去计算吼，就是讲200丛一分地200丛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数字，那么标准的这数字，你甲平均啊是以即个量来。来讲吼，就是讲这一分地你要用40公斤，所以一丛大概就是0.2公斤，就是200克吼，这大概这个碗头啊呢，这个地啊一束啦呢吼，所以你甲算的差不多是这个量，然后来讲但是有个人会种较捌小块，你种较捌小块，你会当小块来甲伊这个加一束束啦呢吼，这加一束束啦吼，这但是呢，一般一分地吼，一分地40公斤的这肥料应该是无什么款的这问题，就是讲你这个木瓜咧种的时阵，一般通常都是差不多8尺以上吼，8尺一丛甲一这个算一抓甲一抓吼，8尺高以上吼，一般通常爱甲9尺8-9尺吼，你来看卖啊者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丛甲丛的这中间吼，差不多6.5尺-7尺吼，就是大概2.5米×2米吼，所以。差不多是这款的一个距离啦吼，啊，你种这个高卡顶的这个方式吼，就讲到时阵伊按的是伊一方面就有一个高低吼，就是要让咱咧倒长的时阵吼，比如讲你那是种这种方式，伊就种伫这个高边嘛吼，然后呢，伊倒长的时阵就倒过吼，倒过这个。相交错安尼吼，倒位高低，咱人行伫迄个高面，一般通常伊爱做广告吼，即上起码都差不多爱1.5尺的一个做广告起来吼，伊靠我多来解即个排水吼，即大概是即个道理伫咧吼，所以那么伫即个家当互咱就好朋友吼，小做一个即个参考吼，那么即马咱咧种当然咱拢是种主培苗，还是讲种即个全熊的即种栽培吼，所以呢。可能就是讲，全雌啊，吼，即纯啊，吼，拢种纯啊龟吼，即饲鱼啊，甲饲全雄诶，吼，那是种木龟，那种全雄猪的混养啊，全部拢公诶，头都无过，即个饲鱼啊，吼，饲即个乌龟鱼，吼。饲乌龟鱼呢，一般来讲，伊拢经江的落去饲啊，经江的落去饲的这目的就是讲，伊无时间去爬小姐吼，所以伊就袂散落吼，所以即、這个。鱼啊呢就会一直长大吼，会较大只吼，所以呢，它会认真长大吼，这
好像挺有道理的哈、哦。这个其实生物挺好玩的，对不对？嗯，好，这个木瓜就是安尼哦，大概你在种哦，所以怕地哦，三十九啊，哈，但是呢，上好是当染一挂这个有机质啊、哦，这尤其这个这肥料做回来用。那么这款呢，这好个呢就会比较好一点点、哦、所以这啊、大概是这款呢，这个得力啦哈、哦。啊，这那是讲会当这个高高哈、哦，做较悬的哈、哦。那么有一个这个好处哈、哦，但是你高高有悬起来的时阵呢，啊，你的高地就深哈，高面悬哈，这是不是足紧就去拄到这个啊？忙啊，吼，这嘛是爱去考虑的这重点吼。但是这肥地呢，大概帕地差不多三十九啊，是这做标准的这用法。你要用四十三啊，嘛是落山要紧吼。但是呢，其实我个人也是较推荐这三十九啊，一分地一包，大概就已经是够了吼。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讲，有机肥多用一点啊，这既有好处，无什么款的一个坏处啊。那么另外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所在吼，另外一个足重要，这个重点就是讲啊，荣宁菌哈，荣宁菌的这个木瓜这个表现呢，这个很特别哈。那么会有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。个几台是这个要种的时阵哈，啊，花一点小钱菌根菌哈，这对木瓜来讲更加是一个啊不能去的这个方式哈，这当。特别呢要注意哈，即咱种木瓜吼，伫全世界，你若看到芒啊吼，他大芒咧种吼，你可以很骄傲的说啊，即是台湾人诶，真正是安尼，因为台湾是全世界第一个啊，利用这种方式呢，即个网式栽培哈，利用即个网式栽培，即个啊，这个呢就很特别的哈。好，即有咱何必需要做这堂课？嗯。